新闻头起先来看，乡亲早起敢有来抽到大奖啊？彰化县政府为着要来抢攻到振兴县的市场，特别推出着振兴加码花在彰化好礼一把抓的活动。抽奖的奖项哦，总计达共有3000多万。17号的早起，嘛伫咧县政府举行着头一届抽奖，总共哦共有6021位幸运儿来得奖，其中上大奖哦是一房型，计达125万的抢。青年主体幸运的得主，恭喜一名姓黄的民众。彰化县政府为了刺激消费，搁较鼓励民众来彰化开钱，是来推出花在彰化好礼一把抓活动。今日透早10点，伫县府举办头一届抽奖，一直到15号顶礼拜六为止，已经有超过50000笔的订单。总消费金额累计超过26亿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抽出了6021个奖项哦。那包括我们的头奖，也就是说我们一房的一价值125万元的一个房子哦。那因为大家呢反应热烈哦，所以我们县政府在4月摸彩的过程中啊，只要突破60亿的一个金额，我们会继续再加码。振兴加码头一个抽奖，县府透过网络直播方式来举行。上大奖，新港乡100万青年主体，最后是由一名姓黄的先生来抽到。喂，你好，王先生吗？我是彰化县长王惠梅。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摸彩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啊。你知道你中了第一奖吗？头奖吗？我不知道嘞。我现在通知你，你获得我们125万的一房型的青年住宅，恭喜你！县政府指出，头一届抽奖总共6021位幸运的民众来得奖，两天内也发简讯通知，这回无抽到的民众免怨叹，4月第二届抽奖会来增加奖项，各类民众多多伫彰化县消费，都有机会得大奖。在彰化新闻中，彰化采访报道。